妈，林奶奶，啊，女儿，啊，你不是讲恁家就是阮家？你讲阮一人一户所事呢？讲随时要来就会当来啊！啊，我今麦来，敢有足奇怪？我就想讲，来之前至少会先敲一通电话啦。嗯，啊，你嘛在高追？咱顶礼拜不是又讲今日要来遮煮食？哇哦，买鲑鱼啦，牛肉啦，你不是要学迄啰杏鲍菇炒牛肉，也够味增鲑鱼啊？行，我来甲你教。妈，我有淡薄不爽快，敢不当临工出来？你不爽快啊？啊，你是不是发烧啊？啊，你想哪啦？你应该不是身体不爽快，你是不想要看到我了，吼？无啦，我无代志啦。咱母仔囝几十年啊，你心内有代志，我敢看袂出来？你讲话，你闹什么代志？你还讲出来？妈妈唔叫我都替你分担，嗯？我真正无代志。啊，无代志，你想哪唔敢看我？妈，我确确实实无代志。你无代志，你想哪要想骗我？我都跟你讲无代志，这么多次啊！你明明就有，你硬要讲无？你是当作妈拢无感觉？迄天咧找志翰的时阵，你嘛是雄雄甲我大声。啊！伊讲志翰回来，我甲你牵一个手，你手马上就抽走，都甲即马同款啊！我已经讲过啊，迄个时阵我心情歹，所以人无爽快啊。安尼就更加奇怪啊！以前你若无爽快，你拢会讲骂，你甲我望一下，看我有发烧无？啊，叫个即马咧，一直在想骗我，还是讲我倒位做了唔好，让你无欢喜？啊！你讲啊，你安尼妈妈是足气的，你知无？我若是倒位做了无好，你嘛给我解释一下。啊，你亲像你安拢唔讲话，啊，是免哪来？雅姐，小壮，我唔是罗家囡啊！你敢有需要？我安尼直接问你，我直接问你讲，小壮，我唔是罗家囡啊！是嘞，哪有这离谱的想法啦？啊，无你即马当作啥啦？你是我甲恁爸爸捡回来哟，你要来想下嘛你？我已经讲到这么清楚啊，你阁想要问我？你真正廖春光真上会当问我一世人心？妈妈是要问我你啥啦？哦，你安尼妈妈是会生气哦。所有囡仔内底，妈妈跟你上亲呢，是，都是因为上亲，所以才会上疼。妈，你是安怎要让我伫这个家变啊这么倔强？你敢知影我即摆真正不知变做面对你甲爸？啊，你真正是安尼愈讲愈离谱。你这话若让恁爸听到吼，伊是会艰苦的。我甲你讲，伊当然会艰苦啊，因为我甲爸一点仔关系都无，因为我是你甲王文金的囡仔。你知影？你什么时阵知影？这个好重要。我什么时阵知影？敢有可能改变我身躯顶的 DNA？ 你敢袂当甲我讲？想做我不是爸的囡仔，想做我很听话的爸爸，叫做王文金。
你敢不知影？我知影真相的时阵，我有偌痛苦。我从来都毋捌怀疑过，这三十几年来我毋是歹囡仔。啊，不过即马，我只要看到爸，我就心虚的。伊家己厝内底听到大嫂有事，爸怀疑个安尼，伊讲雅杰。你家当初若是有囡仔，伊袂送袂祝福我，啊！不过我根本都笑袂出来。若是有所在，我真正就想要变起来，因为我唔知你阿做面对爸。是的，妈，我对不起你。我不是到今麦才知影。什么意思？你是讲你真正嘛不知影？你嘛了想讲我就是歹的囡仔？真的有可能？可不是因为车祸那件代志？不管迄个时阵，伊对姐个遮尔排斥，啊，不过，那安尼是安怎？当年，妈，敢有姐个对你？妈，不要紧，你无想要讲。你都莫讲，我无啥知影，我无啥知影。妈咪甲你讲，因为这是你应该知影的事实。你若是听了后，你若是唔肯原谅妈妈，还是要怨恨我，妈妈拢无话通讲。有离谱吼！其实我到今麦也是无法度接受这个事实。这不是你的不对，若不是因为你对爸用情伤过深，让你家己痛苦到这款的地步，你哪会把自己当作是爸？所以你别冤枉我，怪妈妈哪会做这么糊涂的代志？我唔敢，你都袂负我，我有可能怪你。你什么时阵来啊？就伫阿妈讲你啉酒醉的时阵。你有听到啊？你看你姐姐。不管安怎，你永远是我最爱的。阿姐，多谢你，多谢你。
妈，发生一款代志，你的心内一直比任何人更加艰苦。啊，不过我是感谢你，让我一个这么好的阿姊。妈，我蛮感谢你，我一个这么好的小妹。两个这么大事，妈妈今天就有福气了。所以这个秘密，什么不准讲出去，就到这为止。什么不准跟爸讲，姐，因为是爸上好的查某囝。我对安姐来到这，原本是要关心伊，顺便了解一下胡勋安到底有给讲啥无？想袂到，煞我听到伊阿姐心事的秘密。看起来伊阁留在这一段时间，我是找机会问伊好。我知影阮姐的心事。你哪会当对阮妈做出迄款代志啊？是我唔对，是我当年做唔对代志，而且拢知影。不过这几天，你都无曾仔细好过，原来是，伊讲甲你讲啥？伊真正足艰苦的，伊应该嘛唔知影要安怎面对你。我知影，你一定足艰苦的。遐多年来，我伫藏伫心肝内，无互任何人知影。你敢有怪你妈？敢有真生气、真怨叹？无法度原谅我。若是会用的，我希望会当当面甲伊讲，我绝对袂破坏伊的幸福。我甲这秘密永远藏起来。我跟你讲，既然大家拢有同款的想法，那恁这个秘密，就让咱大家做伙守护，好不？你嘛会斗相共保守这个秘密？当然啦、啊，若是把这件代志压压开，害爸甲妈离婚，害阮姐失去上爱的家庭，害阮姐给龙哥煞退，我相信，这嘛不是我跟你讲你想要看到的。我当然无希望啊，所以我才会用我一世人的时间来弥补，尽心尽力为罗家付出。我相信姐，从细汉到大汉，我常常拢会讲一句话。我跟你讲，我的性命哪会当无你啦？阮家若是无你是要安怎？即摆我要搁较认真甲你讲，请你一定要继续守护阮老家，好无？阿姐，多谢你愿意相信姐啊，这对我的意义真大。我用我的心啊，向你挂保证。我会守护你，一直到我最后一口气。